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陆小圆儿。看，这是之前爸爸做的漏斗本，非常好玩，非常好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拆箱一个也是漏斗本。这个是卓大王的预言家漏斗本，它呢里面有60页哦，打开看看。这里有个魔术贴，也就是这样的。我们简单翻一下，第一种是这样的，反面是这样的，第二种是粉色的，有个这是谁？是卓大王吧？这是第三种是橙色的，最后一种是绿色的，有熊，还有这个人物。可以吊在钥匙扣上或者手机上。那我们浅浅做一个手账吧。今天呢，我们学校举行了第一届的校歌比赛，我们班拿了3等奖啊，不是特别好，但是呢，还是有奖杯的。好啦，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加评论哦。